来到英雄联盟。猎木了。回家了，不回家，啊，回家了。还有意外收获。回家了，还让不愿意回家了？先来个血，跑得快。彻底的虚无，这也不让人回呀。没事，这晚豪一样亏兵，我们俩属于是，这个，很平等。三枪，差点发，一枪，两枪掉，三枪，四枪，这是怎么晕到我的？一枪，两枪，疾跑一开，没视野，一枪。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掉，等死。下当，什么打野？螳螂打野。炫目的面具，由我为你奉上。吧。定。我操，这都没定着，啪！一枪铁地雷，两枪，三枪，啪！哎呦我操，千万别打他啊！只要不打他，我们就死不了，问题就不大。来人了，那算了，回家吧。谢谢你是我的小呀小阳光的吉祥丘比特，谢谢老板的丘比特，感谢，谢谢小阳光。我绝不能停。波波呢？给两个波波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两天纸可挺费呀，嗯，可挺费纸啊。
月枪，两枪，我跑得比你快，三枪，发电，咳一下，一下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发。谢谢你们帮我打。太空并无寂静，他在舞动，在尖笑，从来如是。海外眼儿嘞，王子被赶上。月枪，两枪，三枪，掉，没了。走呗，没用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，我操，这家伙，这不闪，这我往哪里闪呢？星辰是我的眼睛，也将有我。这我也没地方闪呢，他 W 闪，我能往哪闪？我往后闪，我杀不了赵信，那我不亏了吗？赵信他妈是啥玩意儿呢？辅助啊！你没有 R 吗？我有 R， 我也打不死婉豪啊！那婉豪肯定帮赵信挡枪啊！万一没挡呢？那你都万一没挡，我还能说啥？你说？我操，这人这个多呀！哎呦，我还走位没躲开呢。上走没躲开。先给他们来个狂风，
Shut down. 若是抛却了悲悯，我便一无所有。Enemy double kill.死。有点服了呀。谢谢退堂鼓练习生的萝卜号火箭，谢谢谢谢小地瓜到钻粉飞机，谢谢谢谢萝卜号的火箭给个波波，谢谢。你信哥我可惹不起。信哥还他妈是个辅助吧，你还是每次等待我抹去的都是什么，是我自己。谢谢退堂鼓练习生的大火箭啊，感谢。杀吧，我不开大了。开眼不吃一塔呀，也行，少被人分挺好。来一首收集者，谢谢想要蓝亮汉的亲亲的火箭，可以，谢谢，没问题。你早说我就不抹唇膏了，是不是？后边有个东西呀，这可以。后边有个东西在那里掏我的屁股。我靠，兄弟，快吸血！赵信这么猛，睁大眼睛，我要你看着，我要你看着。本来我是想出海妖的，不过这把不行，这把这杀后排的人太多了，没办法出。我要是 ADC 我出还可以，上单不能那么出。
下路守一波。什么意思？这是疯癫了！吧！来个收集者，出个叉子，搞把无尽，再来个青云。何苦要急着过出一切，慢慢品尝，岂不更好？这夹子预判了半分钟后的螳螂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本来我没想说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算了，这种操作一般人也学不会，说了也没意义。但是既然你说出来了，那说明你还是有点意思，兄弟。灭亡之中，去压制。没想到你有点东西。没招了，他妈人太多了。你看这差一下，我是 A 是不 A 是不是？400。黄蜂留着呗，我先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换了。主要我刚拿的红，等一会儿吧。亚索真敢上啊，完了，指定是得全死这波。啊，没全死。这金克斯啥意思啊？为啥这么狂啊？先来个火炮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只能说有点难受。赵信咋这么烦人呢？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一个扣，太瓜，这盖伦挺肥呀。谢谢想要蓝烈汉的亲亲的钻石反三儿，谢谢。妈有点打不动啊，这盖伦啊，给个波波。我这盖伦确实比较肥，我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但是你们家要打大龙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干啥不好要打大龙？这你能打下来？盖伦装备确实不错，有点打不动。我们家阵容不算太好，但是往后边打是我们家厉害，我们家的后期有点多。闪现了，没办法。没、嗯。好Q。好拉扯，这盖伦就变野了吧？要我说，飞大龙，把大龙拿了。我操你哥！就愣追我呀，给我一直追呀。Thank you.
等我们无尽出来就好。这是通往乐园的路。把我狂风给我打出来了。盖伦能杀吗？要俩。我操，挖抓扣。行啊，小黄毛。定住了。好的。这配合。差点钱，艺术发自你的恐惧。发子弹，我操，就一直追呗。小龙能要吗？反正有传送门。要不上。我操。凡人纠葛于线性的世界。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？小黄毛你不杀你就盯着我杀是不那盖伦的盖伦脾气确实是挺大呀。